哎，赶快改密码，赶快改密码！妈，刚不小心把账密发出来啊，哭啊！改密码，改密码，改密码！就想到我的账号，就是聊天室的人。天才代厨，官方赖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代厨，价格公道，被锁包赔。或者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哟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你要抽奇亚吗？一直叫我抽奇亚是怎样？要抽就抽呗，来啊！我要天才代厨1700点券就抽得到了。我信你个鬼！1700抽不到，你一直推荐代抽，不就自己要先抽吗？来，有没有两抽必定抽到奇亚？哇，好吵！吵什么东西啊？中间不用提醒的啦，我是天才代抽无敌的啦！哈，你看钥匙，打开门，来这一个。一颗差一点，这种奇亚个性按键 ，OK 吧？来右上抽，给我钥匙，快点，没有就算了 ，OK。来右下，来给我钥匙 ，OK。恭喜拿到钥匙，开门，来最右边，奇亚击杀，他说我差一点就拿到了。来右上抽，没有老样子，左下，没有正常发挥，第三层至少要三个了，可以的呀。好，连抽连抽连抽三个，抽箱抽三个抽三个。你看右下就要死了，哭啊！来来来，这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刚第三门亮一下，点第三门。OK， 这什么？奇亚实况特效。OK， 一样左上。哎、欸、呀，我怎么剩两百多？我怎么剩两百多？零多特嘞，不抽了。好啦好啦，打个广告啦，打个广告啦，天才代厨啦，抽一下抽一下抽一下。好啦，给你们看效率啦，好不好？晚上效率都比较快啦，晚上因为多一个人来支援啦，出个11000点券好不好？6000是那个11000点券等于6000，是出这个吧。现在在炒手，你知道吗？老板有折扣吗？现在在炒说我厨子可不可以算我们店经营的支出。一定是可以的吧。哇，这么快他已经进游戏了，感觉我有 VIP 通道，你知道吗？来了来了，天才代厨来啊！西吧，出事了阿贝！哎，赶快改密码，赶快改密码！妈、啊，刚不小心把账密发出来啊，哭啊！改密码，改密码，改密码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们不要着急，我刚不小心把账密打出来了，打在聊天室，吓死我了！我先改一下，看一下双重认证，改一下密码，改一下信箱，改一下手机。就想到我的账号，就是聊天室的人。这一波看阿波怎么剪辑啊？阿波不要把那聊天室什么密码发出来啊，账号也不要、啊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出好了，11100点。我们刚抽了多少？1700多呀、啊。我们本来1799是不是？1799减128，我现在抽1671了。然后我现在是11128，终点券11128。来啦，直接开抽，不废话了，不啰嗦了。来来来来，来喽，准备哦。右上左下钥匙给我出来，右下再出一只钥匙，399，哎钥匙嘞，左上出一只钥匙，哎太扯，来男上女下，上面出一只钥匙，哎不会重灯就要变保底了吧？太扯了吧？这个，不用提醒了，不用提醒了，完了，在左上，左下，右下，不是保底吧？哎我一二层这抽就中了、欸。不可能，钥匙，哎，钥匙来一个，哎，还折扣嘞，太扯了，还折扣，不用折扣啦，想骗我的钱，钥匙，钥匙，我没了，我怎么就要保底啊？我怎么就要保底？库拉皮卡不用那么贵啦，库拉皮卡你用天才袋鼠3200就有了，保底。保底！哇，前两层是把运气用完嘞、欸，左边还右边给你们选，来点互动嘛，左还右，左还右，哎、欸，我刚才10000多点呢、欸，右边一票，左右左右右左右右右左左中左左左左左左左 ，OK， 左边安排699啊、哦，还好嘛，这我应该不算保底吧，漂亮。获得所有奖品，下课奇亚，谢谢。天才代主没有在跟你保底的啦，多少？什么右边？来，打开左边，11128减2867，碎啦，没有在保底的啦。我抽9932而已啦，没有在保底的啦，我没有在保底啊。奇亚领一下，给你们划一下这个特效来。
有了呀。好了，这个阿波用背景音乐了，因为有版权。哎呦，漂亮，奇亚。好了，库拉皮卡了，我200多颗魔法水晶呢，可以了吧？可以领了吧？我搞了这么多东西，哎呦man，到底好了，完美 ，nice， 就感觉用天才袋鼠，你看，跟你讲，用完天才袋鼠哈，连抽这个魔法水晶也没有在保底了。说实在，烂攻战呢，幸运值3而已，3嘛，来抽，手动化装置不需要，来直接抽5次。不需要，来先抽50，幸运值13。其实我不太信，幸运值13，恭喜获得传说水晶，舒服。阶段奖励，本月次数20次就有了，对吧？哇，我们还有185颗。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有厨子啦，有厨子你的那个游戏几率就特别好了。跟你讲，再抽，不可能会200颗了。好，现在已经大于刚刚的18颗了啊。没事没事，就我们本来就保底命，但是刚刚有厨子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都属实正常了。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会保底的，所以我们要看开一点。奇牙跟小杰眼睛都这么开了，对吧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这个都叫正常。只能说啦，有厨子啊，就是给的奖励就是特别好。又没保底，漂亮。反正就是这一部影片的重点就是抽奇亚造型，没有在保底的，用天才袋鼠。然后天才袋鼠现在也有那个代抽啦，欢迎询问啊。目前代抽的话是奇亚跟那个库拉皮卡啊。那之后的话，代抽会就是开放其他的一些英雄，因为这一阶段我们还在商讨。我们有3颗水晶了，抽个不知道换谁，先留着。这个也满了，毕业了。这个也毕业了，留着留着留着，库拉皮卡，装一下吧，拉克罗斯，奇亚，漂亮。哦，太帅了吧！哦，溜溜球，我的奇亚眼睛开开，帅。天才袋鼠啊，代抽啊，老板本人亲自实测代抽，没有在保底的。装一下吧，装一下吧，要装他的那个什么备战。哦，英雄舞蹈，欸，我没开啊，没事没事，击杀跟个性按键有开就好。库拉皮卡也装一下吧，银咒。欸，银咒特效蛮帅的。哦，有料老大，穿戴。可是他这个美术图，就美术图很漂亮，但他这个动画，这个我感觉就神啊秘啊神秘啊。好了，这个祝大家也可以来抽一下那个奇亚跟库拉皮卡啦，你们也可以自己抽啦，知道吧？抽一下，抽一下，抽一下，奇亚跟库拉皮卡抽一下，欢迎使用天才袋鼠啊！谢谢各位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了，今天差不多哦，舞蹈还没开啊。好了，开一下，开一下，开一下，肚子有点痛，底下去大一下。欸，本来纳克罗斯长这样变奇亚，实在是有点酷。我的纳克罗斯还没练到最高熟练度啊。OK， 玩一场不要了，肚子有点痛，等一下要忙一下东西了。我先看一下我那个后续那个账号啥的，五秒应该大家来不及反应吧？开打，我打完了，抽完了，再打个广告，天才袋鼠啊，天才袋鼠，汲取教训了。好了，这个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等一下要忙一下，临时有事情要忙，要去弄那个一些装潢类的东西啊。欸，不过为什么我的麦克风变这么小声啊？明天啦，啊，明天一定打一场秀一下。这样我的猎人系列除了西索以外，我大概全部收集起了。啊，忙一下，忙一下，忙一下。感谢今天看台的。欸，我的麦克风怎么变那么小声啊？我先调一下好了。麦克风测试，现在正常了吗？应该可以了吧？所以现在麦克风还是不行吗？我再调一下，我没有按到吧？诶，我转到吗？应该没有吧？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，应该好一点哦。这样应该有比较大声吧？这样应该大声很多吧？好啦，今天看到这里，有了哈 ，OK， 再打个广告啦，感谢今天看台的啊，感谢今天有抖内的，哎，再见。